102号选手孙琦，来自江苏省和华协会代表队。江苏的。天津的氛围。我从来不说话，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。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，太多已无所谓。太多难辨真伪，太多纷扰是非，在你身边是谁？非常精彩的服装，一个非常优美的表演，谢谢。